希望呢個信息咧留喺我哋嘅心中，就係話咧，我哋喺呢個末後嘅世代啊，一個離道反教嘅世代咧，點樣保守自己嘅靈命同埋保守教會咧？即係我哋要知道咧，基督徒咧成長唔係一個人，唔係獨行俠啊！有冇聽過獨行俠啊？獨行俠咧，即係嗰陣時咧就 Clint Eastwood， 佢咧後來做一個美國嘅城市嘅市長嘅 Clint Eastwood， 咁佢咧就佢就做獨行俠，即係一個人咧，佢就打贏好多人啦。咁喺做戲就有可能咯，但其實真實事情就係不可能嘅。就算一個獨行俠都係好難，點解咧？因為佢總有時間瞓覺，如果人伏佢，個個都伏佢，實打到佢嘅，係咪？即係獨行俠係好難。咁喺神嘅家亦都係一樣，我哋一定唔可以獨行俠嘅，我哋唔可以一個人嘅，一定要全部一齊。所以你鼓勵人，你幫助人又鼓勵自己嘅，成日都諗到我點樣幫助人啊，建立教會啊，祝福每一個人。咁亦都有一樣嘢，一個觀念好緊要嘅，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咧，一個人咧，好似一個機構咁樣嘅。點解好似個機構咧？一個機構嗱，譬如有啲機構，我哋知道佢好成功啊，譬如 Microsoft 咁啊嚇，好成功嘅機構。嗱，相對之下嗱，即係有時咧，有啲一啲機構咧，尤其有啲人咧，佢翻工咧係必然有人工嘅。你做得好定唔好咧？都必定咧，一定咧係有人工嗰啲機構咧，佢就算好多錢都好啊，有啲機構好多錢嘅喎，但佢會做得唔好嘅，佢唔會成功嘅。有啲人佢做一個機構，望下做咗成功。咁通常一個成功嘅機構有啲咩質素咧？第一樣嘢，一定有一個最緊要、最緊要嘅呢、這個，即係呢個經理人，一個董事會啦，點樣立定呢個整個公司嘅方向啦？係咪一定要有一個經理人嘅？呢個經理啦，一定要佢咧。立定好，同埋佢要督察整個機構嗰啲人係咪做佢應該做嘅事咧？咁喺一啲大嘅機構，你唔會一啲好嘅機構，你唔會想象你入到去，哇個洗手間亂曬龍嘅，污糟邋遢嘅，你喺辦公室嗰啲人啲台面全部冧高曬，好多垃圾紙喺度嘅，你會想象去到個機構咁啊？然後跟住你發啲信俾個機構咧，哇一好耐都冇人覆嘅，咁咧就覆嘅時候咧又哎呀我唔記得咗你封信喺邊度，哎呀對唔住啊，咁即係你會唔會喺個機構係咁樣嘅咧？一定唔會嘅，即係通常一個機構都會有呢啲咁嘅基本嘅運作，但係呢個機構係咪一個成功嘅機構咧，都係睇呢一個經理同埋呢個董事會佢哋點樣落定呢個方向去執行嘅。咁我哋自己其實亦都係喎，其實我哋嘅生命裏面咧，我哋好似有起碼兩個人啊，唔係其實唔止嘅，不過起碼兩個人。第一個咧咩？就係我哋係我哋嘅經理，即係有一個經理喺度管理一個管理人。聖經亦都講到一個管家，即係我哋有一個管家。跟住咧，我哋就個人喺度，個人咧就好聽呢個管家話嘅喎。點樣聽啊？譬如你話我飲水咁啊，咁你就會行去飲水，你唔會話唔制，唔好飲水，唔好飲水咁啊！即係你唔會咁嘅。當你個腦一話飲水，咁你就直腳就自己行去，唔會話我飲水咁啊，跟住只腳唔肯喐啊，你唔會咁樣嘅，因為佢係好自然聽你嘅説話。咁但係咧，我哋要分清呢個經理咧，我哋嘅呢個管家咧，佢有啲係佢想。有啲佢做嘅嘢嗱，呢樣有分別嘅。好想，你哋個個想唔想成功啊？想，不過係咪個個都會成功啊？嗱，我希望我哋個個都成功。我希望，不過有咩難咗咧？即係你想唔係代表一定你會成功，因為點解咧？你想同埋你做係唔同嘅。當你嗰一刻做嘅時候，譬如你做到嘅時候，可能你一路，譬如考試，係咪要考試？好，今日要讀書。咁你讀到嗰時，好難啊！哎呀，好攰啊！不如開下電視睇啦。睇完一套，哎呀，又睇第二套啦。即玩遊戲機，玩完有個遊戲，哎呀，玩完一個遊戲，要贏，再玩一次咁。即個心就想喎，但係做出嚟嗰陣時唔做。咁其實嗰個經理又點樣咧？你嗰個管家喺度做咩咧？佢話：咁難度。take a break 啦，讀下啦，即係玩下啦，咁樣係咪？我哋會有時咁樣自己同自己講啊，自己同自己講 take a break 啦。咁其實 take a break 冇錯，不過 take a break 之後可能失控。喺我哋日常生活好多時會咁啊，譬如嗰人對我哋唔好，咁我哋會話聖經咧，根據聖經係應該對佢好，不過咧佢真係面口唔好睇，佢又未必睬我，都係唔好理佢啦，唔睬佢啦咁。最後我哋聽邊個嘅聲音啊？
即係你個心本來就想啊，即係你想你話我要對人好，但跟住你就話唉佢咁難，都唔好啦，唔好理佢啦。最後聽邊個聲音啊？最後啊，即係呢個最後行動嗰個聲音啊，行動即係話唔好聽佢啦，唔好理佢啦咁樣。呢、這、一個聲音嗱，我哋成日都會聽呢個聲音喎。即係其實我哋裡面咧有一個我哋想啊，我好想成功，好想做到乜嘢，好想愛耶穌。不過咧喺個想的時候咧，就好多時咧，俾呢個懶惰嘅自我，即係呢個經理咧，即係一個懶經理嘅經理啊！我哋好多人咧有一個懶經理喎，點樣咧？個心就想讀得好，做書讀得好，好想親近神，好想做神要我哋做嘅事。但係咧，這個經理成日都懶啊！嗰個你諗下嗰個下屬嗰度話：我今日冇乜心機啊！我想我伏喺台度瞓下覺得唔得？我開電腦睇下遊戲玩遊戲機得唔得？嗰個上司咧，居然會話：哦 ，OK， 唔緊要啊！你今日俾太太激嬲咗 ，OK， 好啦，你今日玩遊戲機得噶啦，唔緊要，你唔使做工噶嘛。有冇老闆會咁噶？但係我哋自己係咁嘅老闆嚟嘅喎。我哋有時咧就係會咁樣處理我哋嘅生命，就話：哦，我今日俾人激完，冇心機讀書啦，我唔讀啦。咁啊，咁我哋嘅經理就 OK， 唔緊要啊。誒俾人激完係咁噶啦，去玩下啦咁啊，咁但係我哋往往一生人就係咁樣樣，即係呢個經理咧，我哋自己管理自己。你留意一下，你留意你裡面係有聲音嘅，一個神嘅聲音，一個你自己嘅聲音。好多時你就問題，你就話神嘅聲音多啲啊，因為你自己嘅聲音多啲。但係始終咧，呢、這個經理人咧係一個精神分裂嘅經理人，即係佢咧。一方面他是想做神要他做的事，但另一方面又不是真的会做出来，他就会顺从他自己的。每一个人你成不成功就是在乎你怎么样，就是在乎你怎么处理你的生命。有些人处理生命呢是处理得不好的，不是一定代表大人就成熟的，其实很多大人不成熟的。你有没有看到大人发猛疹啊，扭计啊，很多的，就算真的我们看到周围 的成年人呢，好多時好多夫妻的關係啊，用什麼方法去令到對方做事是扭計的，我不制的，這樣那對方就會做一些事。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方法來的，你一輩子都說不制的，那就是不是人人都會對你好呢？不是的。反而呢一個成熟的人怎樣是會真的用愛心對人，去欣賞人，鼓勵人，你做得好的，哇你真的做得好了，經常令到人覺得被愛被關心，這個人就會推動人，他就是成熟的。因為成熟的人是怎樣呢？他是處理很多事的。首先呢，處理最重要最重要一個成熟的基督徒，他處理其實我們好像機構，我們很多部門的。有時一個部門失敗呢，這個人就失敗。例如怎樣，如果我們健康的部門，保持健康的部門失敗呢，我們就整個人失敗的。譬如你說每天都說哎呀沒有心機，今天我又吃一包薯片啦，一間哎呀好冇心機，又食一包糖啦。咁咧又即係如果我哋日日都係咁嘅時候咧，食下食下咧，係人都會個肚墩大嘅，係咪？咁咧其實我肚墩咧曾經都試過大過，咁而家咧算係即係都 OK 啦。你知我喺度等巴士，我做咩啊？我擁住碰牆喺度咁樣，即係將個腰彎落去做 exercise， 即係我成日都會做 exercise。我趁任何嘅時間咧，美國好啊，冇乜人會話咦？呢、这個人咁怪啦、啊，咦我好怪啊咁，冇人理你嘅，根本冇人理你嘅，你個個喺度做。我見到有個女人喺嗰個巴站嗰度，我就喺度走上走落樓梯，佢喺度耍拳喎，喺度耍拳啊，耍拳，冇人理佢嘅。呢、这個係美國嘅一樣好啊，即係我哋管理我哋健康嘅部門。如果你管理得唔好，咁你身體咧，你知道一個人咧。越重咧就越攰嘅，同埋你食嘅嘢越唔健康咧就越攰，成日都攰嘅。如果你發覺你成日都攰咧，係有啲問題嘅。即係一個人咧，你發覺你真係有精力咧，你個部門管理得好啊。即係個建築物都係，個機構都係喎。如果機構嗰啲管道唔通嘅時候咧，哇！嗰啲冷氣出嚟，如果冷氣又唔凍嘅，啊嗰啲水咧成日都塞嘅。是不是這個機構一定有些問題的？那我們人都是的，你的身體的管道不通，你的人不得健康的時候，你做不到很多事。但是這個最重要最重要，我們人這個好像一個機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屬靈的部分。因為你屬靈跟神有一個好的關係，你就會行神的路。但是這個屬靈的生命實際上很多影響的，很多影響。因為為什麼呢？世界的人拔你，
啊，電視會掹你，遊戲機會掹你，你嘅懶惰會覺得哎呀唔想祈禱啦。好多基督徒係冇呢個習慣性去祈禱，同埋咧唔會凡事依靠神嘅，所以佢嘅生命係管理得一塌糊塗。好多基督徒係一塌糊塗嘅。咁你問下自己，我哋係咪管理得一塌糊塗咧？嗱，譬如我哋星期日翻嚟教堂咧，就要早瞓，等我哋有精神。同埋咧，我哋翻到嚟要話俾自己聽，我要清潔進入佢嘅門，讚美進入他嘅院。即係你立定咗個心志，並且你去到嗰時候你要做。咁你唔做點？即係你做唔到點咧？嗱，我試過咁樣做唔到啊！我試過做唔到，有時好攰喎。咁我點咧？起身喺後面喐，咁啊聽到，即係我都會咁樣做喎。有時我聽人講嘢，我真係好眼瞓，有試過咁啊！哇，真係好眼瞓啊！咁我就會起身，我話對唔住，我起身咁啊。咁即係我要去 manage 我自己能夠我做到我要做嘅事。呢、这個熟靈，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嘅情緒啊，整個人點樣管理自己情緒？好多人咧就係情緒失控，所以咧又唔中意有咩事啊，我唔想做咩啊，唉冇心機啊，好灰心啊，哎呀都失敗噶，冇用噶啦，即係好多時會咁嘅。但係我自己咧，神俾我一個神俾我即係照顧我自己啊，我成日都俾自己正面，我成日都話自己我可以做到更多嘅嘢，我可以做。神要更大使用我，我可以真的改变人的生命。如果那人听我说话，他真的会改变。我成日都给自己正面的，我不会说我会失败的，不行的，我不会给自己任何意念。就算人家告诉我，你做来做都是这样，我说我是尽了力，因为神要求人是你的忠心，不是你有时候那个果效未必你、即是眼前看到的，但是你忠心的时候必然在人的生命里面是有个影响的。不是一定一个大教堂的牧师去到神面前，神就说、你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跟着小教堂就说你有恶又烂的仆人，不是一定的。有时小的教会那些人真的有这种生命的影响，这个牧师有生命的表现的时候，他是可以影响到人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你提醒这个我今天所讲的信息很重要，你有人问自己，我这个管家今天是不是在偷懒呢？这个管家是不是纵容我自己呢？你每天纵容是好的，但是不是代表我们不享受呢？不是，其实我很享受的，我成日都赞美神。我用这个方法管理我自己，即我不会用看电视来到令到我自己开心的，我不会看电影来到我自己开心，因为我觉得这些是一种被动的刺激的。哇，那部电影喂好犀利，那个英雄好犀利，哇这个 Superman 好犀利，哎呀我好犀利，我好犀利，跟着 Superman 即是套戏完了，没晒了，冇曬力量就要到下一套戲啦。即係好多人咧，就係要靠呢啲外來嘅刺激啊。美國好多人，其實好多人好有條件啊，好多人好聰明，好有條件去讀書。但你會見到喺 market 街度見到有啲後生仔喺度求乞啊，真係睇到佢好眉好貌，坐喺度求乞，即係就係佢飲酒啊、食煙啊、吸毒啊，就呢啲咁嘅性啊，呢啲咁嘅問題。咁佢可能佢覺得我想，但係呢啲嘢唔係好嘢嚟嘅，結果令到佢就會失控。咁我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心智，提醒自己，我要做自己嘅好管家。即係你一個人啦，我要做我嘅管家。即係你又係頭，又係下屬。你諗下，如果一間公司你又係頭，老闆又係下屬，你會點樣做？點樣做呢間公司呢？你可能話：今日不開心，今天睡下先啦，閂門，今天閂門啦，今天不開門啦。但好多人就係咁喎，如果真係咁樣嘅老闆得唔得？唔得喎，即係有啲人就係、是，因為我哋個個人又係自己嘅老闆，又係自己嘅下屬，咁咧就好多時縱容個下屬啦。但如果我哋真的有個人管理我哋，唔會話翻工佢喺度瞓覺，我唔緊要啦，佢瞓係都係尋晚唔夠瞓，好嘅，由佢俾佢瞓下先啦，會唔會咁啊？有冇老闆係咁樣嘅？實唔會嘅。咁我哋都係管理自己，唔好讓縱容自己。咁我哋今日咧會諗到一個人物嚇，就係舊約聖經一個人物叫約亞斯啊。嗱呢個我跳咗二嗰度先嘅嚇，一陣間先去揾一。約亞斯王咧，當時有個祭司叫耶何耶大。當耶何耶大在生嘅時候咧，約亞斯係一個好嘅王，遵從耶和華嘅吩咐。咁咧，但後來耶和華大死咗。咁約亞斯咧，兩間睇經文，你就睇下佢有啲乜嘢嘅吸引力掹佢嚇，有啲咩掹佢嘅力量。跟住咧，佢係離棄神，並且佢做一樣嘢係好離譜嘅，耶穌都有提及到嘅。OK， 嗱，我哋一齊讀一下《歷代志下》24章第2節先嚇，一齊讀。
祭司若何耶大在世的时候，若亚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跟住十七节啦。耶何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跟二十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何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必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但我想问你，约阿斯王有什么的吸引力拔了他去呢？啊，系啦，系咩人啊？中首领。系啦，犹大嘅众首领喎，当时嘅首领居然咧会唔听神嘅话，即系有时我哋会觉得有权有势嘅人，佢哋讲嘅说话就啱晒，唔系一定喎。好多有权有势嘅人，未必佢讲嘅系啱嘅。咁当时呢班人就掹住佢，其实佢喺耶和耶大嘅时候咧，吓佢有人管住佢咧，佢又乖乖地喎。即系有好多人咧就系咁嘅。他有個人帶住他管住他，管住他的時候咧，咁佢就聽話。咁我希望我哋呢度咧，將來你唔會有呢種心態就話，而家冇人管啦，而家冇王管啦，我哋點都得啦，任何嘢都得啦咁樣。我希望你唔會咁樣諗，而係你話我唔好做約押斯，係咪啊？唔好做約押斯，因為佢咧就係離棄耶和華，並且佢做好嚴重嘅事喎。其實約押斯得唔得救咧？而家上唔上天堂咧？在这个经文是不可以的，因为都挺严重的，是不是？那他就跟从他离弃神，就去拜那些偶像，于是神的愤怒就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神的灵就感到耶和耶大的儿子，就是他爸爸有爱神的心，他又教到他儿子有爱神，撒加利亚。咁佢咧就對啲人講，佢話你點解干犯耶和華嘅戒命咧？點解就以致唔得亨通咧？因為你離棄神，所以神又離棄你。佢就想佢哋悔改，但係嗰啲人咧，居然成個國家同心謀害佢，因為上頭唔正啦，上梁不正下梁歪。佢當佢頭唔正嘅時候，佢全國人都唔正，佢哋就謀害撒加利亞。而係邊個吩咐啊？將佢殺死啊？係王吩咐。最就在耶和華的殿的聖殿的院內來到將石頭打死他，其實這個很恐怖，是吧？一個人如果將個先知打死，他會不會是跟從神呢？是絕對不是的。但是他起初真的跟從神的，起初是不是呢？他是，不過他自己不是一個好管家，即是他是一個很，即是很容易受唆擺的人，他很容易受周圍的影響。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受周圍的影響。為什麼聖經講到信與不信、緣不相配都不要同佢握呢？信耶穌的人不要同不信耶穌的人一起結婚，或者做親密的朋友，同父一握，不是只是結婚，一起做拍檔夥伴，或者一起做最好的朋友。為什麼呢？因為呢，當你是你最好朋友的時候，你就會信任呢個人，而呢個人俾你嘅説話，俾你嘅忠告咧，係好多時係唔聽神嘅説話嘅。即係基督徒應該最好朋友係基督徒嚟嘅。咁你話我未揾到喎，咁你咪嘗試開放你自己。即係我哋試下開放自己。有時你話我出邊我啲朋友咧好玩啲喎，我哋玩慣咗啊。嗱，人好多時就受呢種影響啊，玩慣咗，就算教會都有喎，小圈子啊。咩叫小圈子咧？咁你自己睇下。留意一下我哋教會有冇小圈子喎？譬如 A、B、C 好熟，哇！一見到面，噔噔噔咁樣走走腳啦。啊，見到 A 見到 B 或者 B 見到 C， 哇！兩個三個黐埋一齊，咁啊坐埋一齊，咁啊慢慢傾偈咯。好啦，跟住 C、D 入嚟啦，咪D、F 入嚟啦。佢又唔係好理佢喎，或者有新人嚟嘅時候又唔好理佢啊。咁點解會咁咧？因為我哋覺得同熟嘅人係舒服啲啊。同埋有啲人咧，佢話我同佢傾偈，佢唔好反應，所以我咧就唔好理佢啦。但其實佢冇反應，我哋都可以去鼓勵佢，令到佢 feel comfortable。呢個就係神嘅愛啊！耶穌講到係咪淨係愛嗰啲愛你嘅人啊？唔係喎，唔好淨係愛你嘅人。其實一個基督徒咧，其中一個好大難阻係咩咧？就係我哋嘅性格。
我哋性格好多時咧係懶惰，唔關心人，順從自己。呢、這個性格咧，令到我哋生命發揮唔到出嚟。如果你肯處理自己嘅性格，呢、這個係好勇敢嘅一樣嘢嚟㗎，係好勇敢的一樣嘢。就是當你有些事情有些做得不好的時候呢，你真的會處理。 我感謝神在這裡，我都分享一下。本來呢我是想著呢我 去是繼續傳道， 是獨身的，但是神呢為我預備一個人。那預備一個人呢很特別的，他真的他又對我非常之好，又很夾。但有一件事呢，他是永不放過我做過任何一樣的錯事的。嗱，呢樣嘢好特別嘅，但他永遠不會用強硬的方法，佢唔會咁樣嘅，佢只係會問翻嘅，好柔和咁樣。佢話：我想同你講一樣嘢，咁你嗰日咁樣樣反應，你即係我想問下你當時你感覺係乜嘢，你諗緊乜嘢？咁佢會咁問我嘅，咁我諗係喎。咦，我又發覺我即係溝通上冇好嘅溝通啊，或者做一樣嘢時候冇留意，冇留意其他人啊，即係佢好有觀察力嘅，佢同時好感性，係好有愛心，但係同時好有觀察力，佢任何一樣我講親咧，唔會走雞嘅，佢唔會走雞嘅，佢講嗰樣嘢咧，佢會翻轉頭，即係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好嘅伴侶啊，就係佢能夠幫助我去行神嘅路啊。这个就是一个同心合意行同跟从神的。他不是就是纵容我啊，我喜欢你，所以呢你做什么都可以了，什么都无所谓。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会看着我做的，他觉得你做的是不是对。那我去到那些帮助人经历圣灵，他都是这样的。他都说你想达到目的，你有这么多人想去做，为什么你训练他只是一样东西呢？他就叫我全面性，你要全面性去训练那些人。所以我感谢神，他是一个好的，即是 in a way 他又是我的管家。即係我又感謝神，我又我自己管家，佢又我管家。但我聽佢之後咧，我就會醒覺啦。嗱，有啲人咧，其實我好多人咧，好多人唔接受阿媽講嘢嘅。點解咧？阿媽咧個感覺好長氣，好吟沉，講來講去嗰啲見解好古老，同我哋好唔同。但係咧，我話俾你聽，阿媽有唔啱嘅樣，總有好多啱嘅地方。其實他對的地方是多過不對的，即他的見解可能跟我們有點不同，但是他對的地方是更多的。他很多時候說你不要猛看電視啦，我聽不入耳，為什麼我們想看電視嘛？那我們就要聽這句話，這句話是即其實神用他來提醒我們，那我們要學習。那我自己也是的，當 Shirley 跟我告訴我聽一件事的時候，我就會告訴自己，是這件事我沒有做到，我要小心，我要去做。那我又感謝神，即令到我去小心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都是想是这样的。我想我整个人处理我的情绪，处理我的待人接物，处理我整个人我的方向，每一样东西处理得好，即是一个大公司。即是 我相信有些大的公司，很成功的公司， Microsoft 这样，我不是很懂得很多公司，即是我估它的处理上是处理得很好的，所以它能够运作这么好的。那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处理得这么好呢？好多人唔係咁處理得好自己，即係 Microsoft 嘅老闆都未必處理佢生命好好噶，唔係一定佢個人唔處理得好，佢做個公司做得好嘅啫，但係佢自己處理得唔好嘅。基督徒好多亦都唔係處理得好嘅，咁我所以呢個信與不信、緣不相配，就係我哋呢個伴侶啊，呢個人係好緊要。佢因為佢一生人，我哋就會行神嘅路，而世人咧，佢哋係跟從世界，佢哋即係。他的思想都是為了利益啊，自己想得到什麼啊，想得到很多人就是為了想得到性的關係啊，想得到親密的關係啊，想得到錢啊，想得到你對他好啊，即只是想攞嘢嘅，就不是想俾嘅。咁我哋要學，真係想係想祝福人嘅，咁樣你的關係咧就會係祝福嘅，就會好嘅。好啦，咁我哋諗下呢個約押斯。咁其實真係保守我哋嗰咧，就唔係我哋自己，係神。神會保守我們。我們上面看回第一，提摩太後書一章十二節下半部分，我們一起讀下。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即是神會保守的，神會保守我一生人。神保守呢，但不是代表 OK 我什麼都不做那神就保守，不是的。神會怎樣保守呢？當你不聽話的時候，你是不是發覺有聲音提你？如果你親近神，这个就是神的保守，神提你的，神藉着神的话语，神藉着讲道，神藉着教会。所以我们要爱教会，珍惜教会，珍惜传道人所做的一切。我们要给神去使用，
神就透過呢啲所有同埋內面嘅聲音啊，提醒我哋去做咩嘢。咁呢個就係神所做嘅。咁但係我哋要做咩咧？箴言四章廿三節一齊讀下。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乜嘢由心發出啊？一生嘅果效，我想問你，你 so far 你人生嘅果效，你滿唔滿意啊？你滿唔滿意你 so far 人生嘅果效？如果你一世人都係咁嘅果效 ，O 唔 OK 啊？唔係 OK 喎，係咪？我就想更大嘅發揮。我發揮更大發揮，一定有好嘅管理，係咪？凡一間公司一定有好嘅管理，你自己嘅生命有好嘅管理，你係咪一個好嘅 manager？ 你係一個好嘅管家，管理好咧，你就由心發出。你個心諗唔正嘅嘢，你自然你嘅思想就成日都係唔好嘅。我記得嗰陣時咧，我未信耶穌咧，我就曾經咧，我跟啲朋友咧，就嗰啲朋友好中意鬧我打啤牌啊，咁啊玩錢喎。不是很多錢的，即是一毫子一兩毫子那些。但是在我當時沒什麼錢的，但我都玩了。但我有一件事我感謝神，我逢玩必輸令到我不想玩了，這個好的，就是，其實我想告訴大家，因為賭錢的人是很難 出到來的。但我發現我當時我玩那些啤牌的時候，我發覺譬如我輸了一元兩元三元，我就猛咁計錢，我發覺我好計較錢，即係猛哇！我需要錢，我要嗰啲錢唔好損失，唔好損失，即係咁樣咁樣嘅思想。點解咧？因為個思想當你諗喺錢嘅時候，你就成日諗啊，嗰度有咩錢，嗰度有咩錢，就唔會去幫人嘅。即係個咁嘅人咧，唔會有真正好嘅朋友嘅。一個好朋友真係成日都祝福人，成日都幫人，咁你又好蝕底喎？唔係喎，你會得到真正嘅朋友。我成日幫人，但我亦都時時得到。神透過人祝福我是很多多得很緊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走這條路，你的心發出是祝福人，你就會得到神的祝福。如果你心發出只是想攞，我要得到什麼得到什麼，你的結果你會發覺是很多問題出來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立了心，有些人這樣，即有些人說，我將來要嫁個老公有錢的，揸個靚車，哇，好威水嘅，著啲衫咧，好醒目嘅，哇，呢個人咧一行埋嚟咧，個個人都留意到嘅，啊，如果佢追我咧，哇，又好靚仔嘅，即係我哋定嗰啲標準咧，全好多人定嘅標準係好外表嘅，同我夾咧就得㗎啦，咁，即係佢管理生命係好差，因為點解呢個配偶係影響我一生最大㗎嘛？但係我哋就會用普通世人嘅標準嚟到去揾。而不是用神的標準去找，譬如 Shirley 我真的為這件事祈禱多少，他願意跟我去一些那麼不好，即是那麼骯髒那麼 的地方去做這些傳道的工作，他本身的家庭不是這樣的，但他願意這樣犧牲，他真的願意 去、即是適應不同的環境，他是出於一種愛意的一種愛心，他亦都看到我怎樣被聖靈充滿，怎樣幫助人，他亦都看到覺得是好的。那我希望大家你所即係你嘅生嘅路向係一個咁嘅路向，並且你嘅配偶係一個同你一齊行神嘅路嘅人，咁你嘅生命先能夠蒙福嘅。咁下面咧就講到呢個撒種嘅比喻，我哋唔會讀啦，馬太福音十三章，但係我哋就咁簡略講。咁我一生人過程咧，就好似撒種比喻嘅縮影啊。撒種比喻有四種嘅泥土，第一種咧就係路邊根本就冇泥嘅，條路咁行嘅。咁呢種人咧就一聽到咧完全唔入心，雀仔就攞咗佢啦。咁可能你話我都入咗心，我信耶穌，但係咧有啲道咧就入咗心，有啲道咧就俾雀仔攞咗啦。即係到底好多重要嘅，譬如信與不信、如不相配，呢個道入唔入咗你嘅心？呢個係好緊要嘅道理嘅，一定要入心。點解呢個影響你一生嘅？我要祈禱，呢個係一好重要嘅。我要睇聖經，我要遵從神係好緊要嘅。當你有呢啲道。不是被雀仔擔了去，這個第一種就是經常被雀仔聽完到雀仔擔了去了。第二種呢就是淺土了，它是有根的，不過很淺的，它信仰呢很淺的，搖兩搖呢被人話兩話呢，就家人一話呢就哎呀不要信耶穌好了，不要信了，那就很容易受影響了，啊，朋友說不要去教堂去玩了，那就去玩的，就是看重玩的。第三種呢有泥，不過有荊棘，
結果生咗裏面咧，就俾世上嘅思慮、錢財嘅迷惑全部擠住啦。結果生唔大，所以不能生。即係有啲人就係咁啊，就係好多嘢成日掛住世上嘅嘢，好忙碌。而家人好容易好忙碌，因為點解？你上網就咁坐喺度睇住個電腦，都好多嘢好忙碌嘅，可以做呢樣做嗰樣，好多嘢做嘅，好容易將我哋嘅思想攞咗去嘅。呢、這個世上嘅嘢就會將佢攞走，金錢啊一樣嘢。咁然後咧，第四種咧就好泥土啦。就是那個種子落到喺普尼嗰個心裏面，好接受耶穌嘅，整個生命就發結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我哋可以結出好多果子。我真係睇住神嘅工作，就算我去啲不同教會，我睇住嗰啲人改變。有啲人咧，佢又約我翻去佢哋教會，佢哋嗰啲小組啊，去幫佢哋。啊，有啲人佢又同我聯絡啊，即係當我去完嗰啲教會，真係佢哋被改變。我希望大家有呢個心，我要成為一個咁嘅人，好土。你有心意咧，你就可以俾神用嘅。譬如我哋經歷聖靈，唔係淨係為咗經歷，係叫我有能力。我經歷咗之後，我就願意去做，我唔怕死，係咁為人祈禱，我又唔怕問人。結果就發現一路祈禱嘅時候，留意到點樣可以喺聖靈中運作，點樣可以帶領人。咁神真係俾我哋好大嘅禮物。咁我又好感謝神俾我一個禮物，就係我而家更加留意到，就係我個心靈，我學到點樣愛慕神啊，用個心靈嘅心主一愛神咧。就有能力，我試過好多次嘅。我一愛慕神咧，睇住嗰人即刻受到聖靈嘅感動或者能力嘅。呢樣嘢係神俾我一個恩賜，我希望大家都學喺我身上學。咁我今日下晝我都會留低俾大家多啲訓練嘅。即係我哋好容易俾啲嘢擠住嘅。好啦，咁最後兩點咧，講到呢個世界一個好唔掂嘅世界，好唔掂嘅世界喺十啊呢、這個。首先就是全世界的人，你看到他是好人都好，他們如果沒有耶穌都名字不在生命冊上的，即是說這些世界上的人不是好人又有錢就是好的，不是一定的。啟示錄13:8，其實所有不信耶穌的人都必定在魔鬼的手中。一起讀下，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這個他是什麼呢？就是獸，就是魔鬼在地上的代表。那這個即世上的人都是拜魔鬼的，就不是拜神的。所以呢兩條路是不同的。那凡是沒有信耶穌的人不在耶穌的生命冊上的都是拜魔鬼。那我希望我們當中沒有人會拜魔鬼，將來呢會受逼迫的。要受逼迫怎樣呢？要有受這個獸印記，有这个兽的数目的人才可以做买卖的。那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可能说、要为了吃一定要这样。那结果就拜兽，但是受了这个兽印记呢，好，即是受了这个兽印记，圣经就讲到就是没有机会回转头的。这个兽印记大家记住，将来有一天你会受逼迫要去拜这个兽，或者受这个兽印记。当你受了这个兽印记的时候呢，你是名字不在生命冊上的。我希望大家記神，不要因為需要吃。為什麼呢？你沒得吃餓死都不要緊的。還有這個敵基督的時間只有3.5年而已，我希望大家堅持記神這件事。這個世界的人他們都會拜這個獸，他們都會在魔鬼的勢力之下。跟著跳到撒羅尼加後書呢，就講到將來有離道反教，即是敵基督，將來有一個敵基督。敵基督是為什麼？敵即是敵黨的敵。將來一個人物呢，他是耶穌，就是天國在世上的代表。這個人就是魔鬼的勢力在地上的代表，就是敵基督。他敵擋基督，是很有能力，是魔鬼的能力，他會叫人拜他的。我們一起讀下帖撒羅尼迦後書2:3，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第7節，因為那不法的隱義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他將來很多離道反教。我講這個部分跟前面有什麼關係呢？前面的部分就是做一個好的管家，管理好自己的生命給神去用。下面的部分是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是進入一個什麼的世界，我們現在住在什麼世界裡面，我們要在這個世界裡面站得穩。他是將來有離道反教，即是很多人離開真道，很多人反教，很多人離開耶穌。其實很恐怖，有時你看呢，即是會見到很恐怖的事發生。
其中一個人物咧，我哋真係好難相信，我都好難想像，我唔知道呢樣嘢係真實嘅程度，但喺網上講好多嘅。郭培，你有冇聽過啊？郭培理 Billy Graham 做咗好多報道會，喺網上喺度講到佢。郭培理咧，佢話耶穌唔係唯一嘅救恩。郭培理係報道家，係一個帶領好多人信耶穌嘅報道家。但係呢樣嘢真係我喺網上見到好多，即係有人不同嘅人講，同埋 po 影翻佢出嚟講翻嗰句説話嘅，即係其實都幾恐怖。即係佢就講到佢嗰個神學思想改變啊。他就覺得咧，聖經唔係全部神嘅説話，耶穌唔係唯一嘅救主，就其他人都可以得嘅。咁即係嗱，呢個我唔係絕對肯定，不過我只係話，你所信任嘅人忽然間佢信仰離開神，你唔好因為佢而受影響，即係你要堅持，因為將來有好多人離道反教。咁同埋有呢個大罪人就係敵基督出現啦，佢呢個不法嘅隱義已經發動。你有冇發覺周圍好多罪惡啊？好多，你睇到色情嘅嘢好多，睇到啲人偷窃啊、呃人啊，喺网上好多好多啲咁嘅嘢，四围都系为咗钱啊、为咗色情啊、为咗控制人啊，都系好多犯罪嘅事。喺同学之间，你嘅同学里面可能好多出猫嘅，你作为基督徒，你唔可以出猫嘅。我哋向神交账啊，我哋唔可以出猫嘅，即系我哋系向神交账，我哋说谎嘅。圣经讲到说谎嘅咧。是他的份就是硫磺的火湖，所以我们要行神的路，全个人行神的路。然后最后呢讲到一个大规模的邪灵上身，这个世界末日之前呢是会有一个极大规模的邪灵上身。这个在、也都跟中国有关系，这个讲到一个国家，就讲到从日出之来 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这个很可能包括中国的。我一起读一下启示66:12，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法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众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名叫哈米吉多顿。这个是世界末日的最后的一场战争。他就讲到呢，首先那条河干了，干了于是在日出之地的众王就可以过来了，但不是只是他们的，是全世界的所有的王都来的。但是呢，东方的都可以去到哈米吉多顿，就是在以色列的地方一个大的平原，加利利的大的平原，就是圣经讲到这个世界末日之前一个战争来的。他就看到三个污秽的灵，他们就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去到众天下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全能者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即是说这些邪灵就进入那些王的里面，他们就去打仗了。即是这些王是被魔鬼驱使的，这个是即是说那些邪灵就走上这些王的身上。如果那王都有邪灵呢，他的士兵也都是应该是邪灵就充满，即是在那个时候你会见到整个世界的人都是邪灵充满的，就一起去打仗了。所以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就会在这个行列里面，他就会打的，他就会掹埋你。所以我们不可以与不信的同父一轭的。那这个打仗的时候呢，个地点就是哈米吉多顿，就是这个最后世界末日的争战。在什么日子呢？就是神全能者的大日，就是耶稣回来的日子。在那天呢，他们会聚集。那这个可能未必是同一天，即未必是那天打仗早上跟着夜晚就，或者晚、傍晚就耶稣回来，未必是。可能那一天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大日子，在这个大日子他就打仗了。打仗的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将即这个世界人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那是不是说我们出去见到人呢，我们就避开人？不是，我们要爱心对他，关心他，带领他信耶稣，但是不要用感情，不要将我们的感情，将我们的一生人的目标就交在这个人的手中。因为我们一生很重要就是被神去管理的，就不是被人去管理的。好了，那我们怎样去走这条路呢？即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的管家呢？就第一就是真的深信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你看到我这么多样有好的东西都是神赐福给我的，你就说我要行神的路，我要有动力，我要有信心，凡事都做得好，
每一樣嘢掂親嘅都做得好嘅。即係我感謝神喎，即係所有我做嘢做親咧，神都俾我有個質素嘅。咁我希望大家都同樣靠住神，神係一切恩典嘅來源。無論你嘅事、學業、事業、婚姻、前途，所有都係神俾你嘅。第二咧，好緊要就係愛神、親近神，先有力量嘅。你唔親近神，冇力量嘅。你習慣，你成日習慣，成日習慣就係話，我感謝神，凡事感謝神。其實啱啱咧，我前幾日咧，我差唔多有個交通意外，可以死咗嘅。嗰交通意外過咗之後，我就神啦，我多謝你保守我生命。即係冇發生到意外，不過即係差唔多可以發生意外，咁就係神保守我啦，感謝神。咁咧就冇事，我就話神啊，多謝你俾我今日再仍舊活著，可以做你嘅事。所以我哋揸車真係要好小心，好小心避免一切嘅意外。我話多謝神，我能夠有活著一日都係神嘅福氣，能夠即係神保守。其實我多次嘅係可以已經冇咗命啦，但係神一次俾我。講下個交通意外發生咩事？我呢度唔講住，總之我講俾你聽咧，係可以有一個交通意外，咁咧就，但係咧神保守我，咁我心裏面我真係感謝神，一路到今日我都感謝神，我多謝神你俾我活著，能夠去侍奉你，去做你所做嘅事，即係時時親近神，我幾時咩隨時隨地我都係親近神嘅，成日都諗到，一諗到神我又中意神，去愛神，而跟住第一樣啊，下一樣又好緊要就係。爱神就一定爱神所爱的教会，即是你看重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个个都一起同心合意为这个教会祈祷，我们早回来教会欢迎每一个人，鼓励每一个人，并且有灵命的分享，怎样灵命分享呢？我们一定要打开道门，大家可以有沟通，怎样呢？我们将我们的困难讲出来，在小组或者教会分享的时候讲出来，我有个困难，你即係你可以為我祈禱，我可以鼓勵，互相鼓勵。你話我覺得軟弱，你話你幫助我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唔敢啊，因為覺得啊，佢梗係叫我親近神啦咁。即係我哋冇諗到話佢可以同我一齊。我同阿 Shirley 日都有祈禱嘅，我哋亦都計劃咧係我哋，即係我哋自己要睇聖經啦。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咧，我就會一齊睇聖經嘅，即係時時都會將聖經嘅説話攞出嚟講嘅。我希望你在个友谊之间，我们互相之间都会有一种的心，我要找一个，即你譬如你说我愿意，有哪个人愿意跟我呢有一些继续的沟通，做一个灵里面的好朋友，灵里面的相交的，我希望大家开放的心，就不要说我呢这个朋友不信耶稣的，不过我已经有了他很久，我觉得很好，我跟他慣一點， 我舒服一點，那個是我朋友，教堂那些呢我只是教友來的，一見一下那我走了。我希望大家開放你的生命，你的神，讓我願意去讓另一個基督徒影響我。而我們交往的時候不就是說，哎呀，我看到什麼電視好看 買什麼衣服 你用什麼去哪裡買衣服用什麼化妝品即是我希望你不是講過這個話題，而是呢你講的話題是會鼓勵，即是你會講到生活的，但你會用生命去鼓勵。而很重要的基督徒一定是我们让神改变我们，将这种的性情，我们的性情人呢本质是怎样，是不喜欢理人的。我去到工作的地方我都发觉过，很多人是有小圈子，即是譬如几个人很熟很惯，他经常都有几个人他好谈过，真的好谈过，但是你几个人坐在一起他没有事跟你谈过，你跟他谈完他谈两句他就不跟你说了，即是他没什么兴趣，他觉得我有我的好朋友我已经很满足，我不用你的了，即是这个是一个性格的障碍。当然他不是信耶稣，他没有这个心态，但是信耶稣都是这样的，都没想着去帮人。其实我现在譬如在网上都很多不同的人陆续找我帮他，陆续他会回应我的 video， 打电话给我， send email 给我，我其实有时我很忙的，但我都会帮他，即我哋有呢種嘅心態。我尋日有一個人，佢同我講，佢話我個女咧16歲，佢咧準備搭火車翻學，但係佢又唔翻啦，唔想翻，啊都唔知點算。佢後來問我，佢係咪俾魔鬼附著啊咁？我話未必㗎，佢可能佢翻學後佢覺得好舒服，或者有困難，或者佢中意屋企，你問下佢先知㗎嘛。
佢話佢同我講嘢都兩冇嘢講嘅咁。咁我話你佢同你講時，你有冇好掹震啊？好急躁啊？佢話係啊，我都做好掹震嘅。我話你好掹震，佢就自然聽你講説話。即係佢個掹震造成佢個女唔肯同佢講嘢。咁佢女嘅困難，佢話個女冇又唔信耶穌。我話你就用愛心去影響佢，你有對佢個關心，唔係淨係猛咁咦我我咦我我咁，佢唔聽你講噶嘛。你用愛心對佢，咁佢就會受你影響，咁你就可以改變佢啦。咁即係話佢嘅性格上個難咗，就難咗佢屋企嘅見證。咁我希望大家真係會話神啊幫我啦。一間喺小組嘅時候，我希望大家會關心小組嘅人，真係開放自己生命，你話我都想同你成為好嘅朋友。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步的。如果有人真的在小组说我愿意开放我的生命，我愿意你去关心我，我愿意将我的需要告诉你，你可以为我祈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沟通，我想能够跟你成为好朋友。你想不想能够有基督徒的好朋友？想。有几个人举手的，请你举高手，谁想的举手？哇，周围望一下，哇，很多个都想的。咁個個都想，不過咧個個都係孤島。我想，不過我唔能夠講出嚟。但可唔可以搭座橋咧？我搭座橋，佢又搭座橋，咁咪個橋咪通咯。即係真係同人講，我需要，我想你，我想你同我溝通，可唔可以咁啊？呢、這個教會就有力量。當你有呢種關係，就唔係淨話 OK， 我搭咗 A、B、C 呢三個就係我最中意嘅人，其他咧我就唔理啦。但你可以起碼同一啲人，唔係就係攞啊！好似我個觀念好緊要，唔係就係攞啊，唔係就喺身上攞乜嘢，而係你去祝福佢啊！成日見到人都係想祝福佢，但有啲人個關係深啲嘅，冇一否認一定你唔會個個都識一樣嘅，有啲深啲嘅，有啲淺啲嘅。但我希望大家珍惜呢個教會，如果我哋大家一齊翻到嚟，係好唔同嘅，係咪？以後一生點樣樣咧？將來我未必看到你們每一個人，但你可以跟我聯絡的，可以，我可以繼續幫助你關心你，但是不是好像現在見得那麼容易。但我希望我見到你的時候，我曾經見過很多教會一年的影的相和第二年影的相，人都不同了。我希望這個教會影的相年年都有這班人在這裡，下年又多一點，下年又多一點，始終一路啲人咧一路跟從耶穌嘅，因為最後嗰個管理你生命嗰個係你自己，將來唔會有人成日跟住你話俾你聽，你跟從耶穌啦。將來你當你去到見到一個男仔一個女仔嘅時候，當你哇好瘋狂地戀愛，但係你後來發覺原來佢又中意第啲女仔，又中意第啲，即係總之佢有其他人嘅，或者佢根本唔愛神嘅，你會好失望，嗰種失望係極傷透你嘅心。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很难，就算基督徒都很难找到专心的，那人真的要行神那里才可以专心。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心，我要不要像约押斯，我要管理好我家我的这个生命。你跟你家里说，我们要做我们的生命的好管家，我们要做我们的生命的好管家，我们要做我们的生命的好管家。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管家？咁你要做好管家，你一定要親近神，一定翻到教會。你唔翻到教會，一定冇力量嘅。